我是栗子，我们今天要来玩决胜时刻 Mobile 军火之王啊，顾名思义就是那种枪王之王的意思啊。那就是你打死一个人之后就会给你一个新的武器。我操！啊妈的又来了，这太难了吧！可以的。OK OK。行，这一只。OK。现在第四名啊，大家分数都好高啊，第四名啊，还没到，还没进前三啊，这有点，有点危险。OK OK， 我们又有哦，太可恶，我不能输啊！我常用的。OK，可不可以这一只？拿狙击啊，狙击在近战比较难啊，我不需要在远距离的时候会比较能够发挥作用。OK， 有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紧张哦。紧张喽 ，OK OK， 有点冲台。我现在并列第一名，并列第一名，小心喽，兄弟，前面手枪啦，手枪难啦 ，OK， 大炮，好了，赢了，赢了。走位 ，yes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赢过一百等的？然后这个走位滑步转身，显示问题呀、啊。Nice， 我是军火之王哦，才是军火之王啊、，yes。什么据点争夺？听起来很不错，我们来玩看这个据点争夺吧。差点死掉了，在这里放一个陷阱。哎呦，中路了 ，OK， 不要，哇塞，那个门口好像楼上好像有人。门口，我没有穿甲弹了，穿不了，还被炸死。哇、哦，那个人子弹也太多了吧 ？OK OK， 我、哦、更多只，更多只，完蛋，双杀来不及。哦，血量，终极技能，兄弟你挡到我了，兄弟。炸一炸，炸一炸！后面来袭，后面有人，我被炸死了。我们队友有那个空中炮体啊，那里还有人。我、哦、换点，换点，换点，要赢啦！耶、yeah。